快点！哎，我们快点来！来来来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东西是可以跑出来两公里，我们两个走的一模一样。都这样吗？
那再用我那个滤水器再滤，结果滤的是滤了一瓶还不到，就滤不出来了。就是一个人去最大的问题是在说跟家里面的帮你开销，是他们。哎，那有人说想要休息呢？到七天休息 ，OK， 在这里八天。加油还走不到一半的领导。你好。
放弃了。好，下来，我看
早安。早安，谢谢。我真是弄不好。
在这里啊，我们待会就是这样爬坡，我们现在在啊，我们要爬四公里，哈、啊，然后大概爬升900，啊，就慢慢走到这边来，一下子就到了，一下子就到了。那明天的行程呢，就是睡到饱。可以，晚上可以玩，然后在九九三三混一天，睡一在我哥晚上再回家。有网络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网咖满格的。我们目标走上面。应该是吧。
到一个很可以，真的很夜市。十七走完之后再走这，然后我看到了，很美妙。哦，我终于看到九九，志伟，你帮我们三个拍一张。你要再跟九九拍啊？对，要跟九九，好不容易上来了。我贴完了，而且现在有讯号，我要赶快炫耀一下。是蒙古包，呜呼，呜呼，呜呼，耶！到了，到了，啊，快断气了！一二三，就是大霸天山登山步道的主要步道，主要步道哈、哦。明天就这样走，先走到底，先走到底，回程呢到八点八 K 才去一泽山，沿路来回。来跟你们介绍有关的建筑物哈、哦，这晚上的气温只有五度，只有五度而已哈、哦，五到零度之间，哦，所以做好保暖哈、哦，尤其头部。这一间是盥洗更衣室，提供的水是冰水哈、哦，使用前三次以下。三十，后面有六间门关起来不分男女间。我早上跟阿强去弄水，这很大。哦，是哦。哦，不是。那个这边要求各位使用过的卫生纸、卫生棉自己带走。好。哦，不要留给大地哦。这盏灯我会开到天亮，给你们当路灯用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块好可爱，绿绿满满，好像我的小学啊。对啊，哎，各位这边是一个重点哦，就是夜间或凌晨过这个木栈桥的时候，不要交谈哦。如果没有带拖鞋，这边可以借用。后天离开放回原位。好的。那这边给你挂湿掉会滴水的雨衣与护背包套哦，但这两天是不太需要用到。老板也是鹿啊，你是员工。干杯！干杯！